什么款的个人影响对伊的愈后，就是讲后壁好歹种族啊有差呢。经常过高的红血球成像速率 ESR 加 C reactive protein A 呢，第三过高的rheumatoid factor，那类风湿因子 RA，还是 anti CCP 抗体，这过高拢无好。第四，宋乡的社会经济地位较差。第五，全身骨超过20个关节受到侵蚀的。第六，持续阁长期的发炎 （persistent synovitis）。第八，X 光检查已经软骨、骨头甚至是关节侵蚀的现象。第八，年轻的时阵都发作，还是伤晚诊断出来，伤晚接受治疗，伤晚，这嘛会影响到愈后。第八。把第九啊吼，配合类风湿性结节产生。第十，东西存在慢性疾病，无多安怎预防呢？因为无多就是无多，这真闹心吼。所以变做免疫风湿科医生吼，来治疗这较熟练吼。伫个今仔日，上海已经涨翻啦，流出三百三，台湾西部，腹主动脉瘤破去，支架手术已救命。这是嘉义基督教病院心脏外科主任甘宗本伊做的研究。咱腹主动脉破去，算分都翘，但是你若有法度，法度还未完全出代志之前，应该开刀拍支架。啊，甲听起来，伊就袂大量出血休克来死吼。啊，伫这边边啊有台大病院发表排斥抗体荧光分析技术，伫医治前个人的化人个人化的治疗，毋免因为配对失败来放弃，就是外替器官移植，咱来跨越免疫障碍。伫这个例内底，啊，我无血型无共款，嘛先讲换药剂。尸体器官的移植也阁无适用，这是事实，大家知影吼。银发族啊，60岁以上的啊，热量摄取每天不要低于1200大卡。所以饭嘛着食哦，1200大卡哦吼。迄当你惊伊大好，但是你若无热量，你身躯内底会足大的变化，像糖尿病迄款的不同的。燃烧嘛是无好吼，伫自由时报2/3/3，癌症意外甲心脏毛病是最新统计罗岗三大杀手哦。所以癌症轮班作的，两男肝癌会较悬。所以这人日夜颠倒无好啦吼，但是会工作上啦吼。白班啊，大夜班、小夜班啊，这拢免不了的吼。所以真侪人到阵回来刷刷，做一下较辛苦的吼，莫甲性命对不起。啊，不管如何，台病院长迄个荧光分析术配对无下，嘛会使换药剂，算是真大的一个新的医学的发现。我来讲，咱一定要 A 和 A， 啊 B 都袂使和 A，O 都爱和 O， 哦 A 袂使和 O， 哦啊类似这吼，即摆有一部分拢是有克服。啊，有一个报道讲3岁查某囡仔肠透底排出巧克力便，当遐疼，疼甲放出迄款，毋是巧克力，有诶是 pink 粉红色诶大便吼，啊腹肚一弯，迄有法度塞塞互开落。都塞，啊，无都来开刀落去治疗来，甲治开吼。好啦，今仔日咱伫空中甲空中朋友讲一寡健康医疗有关的议题吼。啊，剩最后将近要半点钟去，空中朋友，你若有任何医疗上问题要可以，你会使即时阵敲来咱海洋之声 FM95.9 的热线电话，0224-2118，空数2246-2118。
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施明德的前妻艾琳达律师，伊伫个十一号，伊个十一礼拜四，中午要来台东佛罗里达演讲，要讲六张犁的迄个蒙阿波迄个考察，因为对二八而且恐怖以后，太真侪人在里遐，啊，迄施明德的这个前妻艾琳达。伊参与台湾的民主运动，做真侪论文报告。伊得到人类学这个博士，转来台北医学院遐咧做教授。伊的台湾话甲北京话袂较熟啦，但是二月十一礼拜四，伫长荣会馆，伊要用伊的母语英语来演讲，甲顶届吴宗宪教授同款。啊，咱不管如何，观众朋友若有趣味，你就爱即几天甲我报名。啊，我会使邀请你来做来宾或者 guest， 啊，这 guest 吼，伊伫长隆会馆使用中道饭，中道饭爱开500块，哦，这不管食偌好做偌歹，拢总用这个介绍拍死就对了吼。啊，这是一个餐费，演讲无收费用。啊，但是问题是，伊是英语演讲，所以要听艾琳达伊英语演讲，你就要有一个基础，较袂讲听较无啥啥吼。啊，演讲了两点钟啊，上班两点半，律师就甲伊载转来六点钟外边。啊，上好有年轻的学生啊，大学生、高中生拢好，哦，啊来参加伊的座谈会。有法度学生面对面来沟通，什么款的问题当中会使甲请教。哦，伫台湾参与台湾的民主运动超过三四十年的艾琳达，伊到甲丁叔的病院了看以后，有一个私下的座谈会，迄拢唔免买餐费吼，啊，好好啊甲艾琳达安尼一对一当面来沟通。这好消息报大家。好，咱来接安阳之声 FM95.9 的口音，二二四六二一一八。啊，安阳之声，请讲。哎，你好。想要讲第一，那个要分析国际的啊，我是这个这种病。好好，啊，拢有咧治疗无？我就是现在了吼，当做讲。做工作身体唔好练个啦吼，但是有些平时骨只出个声啦吼。嗯，真少呢。嘿，我以前想讲，你刚才人讲我做五十斤安尼啊，结果就一直药啊吃，啊搁一直吃消炎的，啊结果拢无效。啊无效，我就阮只有一个诊所，我就去看吼，啊甲我提过专家，伊讲我好亲像有滴慢性肾关节炎安尼啦。伊叫我去较大间诶检查，啊，我有用。啊，然后我就去阮遮，我是住伫遮，我就去鼻心啦。鼻心检查。检查了，确认无？检查，甲伊检查同款，讲着神经关节。哦。啊，然后我就去看迄个骨科诶，吼。啊，看一段时间，遮我就无讲安尼迄落啊吼。对啊，伊就甲我讲，叫我去先去看免疫系统科。对。我就挂免疫系统科啊。啊，即马就开始听，但是我听到我即边种情况拢变形的呢，真是拢歪歪啊！啊，我阮当到尾啊吼，就一直食食迄免疫系统的啊吼，免疫系统出问题安尼啦。啊，就食，即马手较滴啊，但是我食药啊吼，我是分胆固醇嘛吼，消炎的啊，搁有止痛。啊，又甲你创我拄仔讲的遐，遐啥物？抗马拉利亚啦，抗合作，应该有啦吼。没啦没啦，这没啦，这个想法是加惊啦，没啦。哎，这你放心，没啦没啦。哈哈哈。
啊，你无食，感觉一定会僵硬的疼，会安尼发烧，会袂？我太退休吼是诶不足轻啊，啊，但是正常是会啊。我是袂发烧啦。哦，你算轻啦。嗯，是我刚发现啦。哎呀。我退休不长的时阵，我就预想我要变怎啊，然后我就去学检查。哦，有啦，有检查就无要紧。啊，你就认真继续食嘛，吼，这该固固长长。好，啊，你挂掉，我来跟你讲哦。